首歌曲呢，因为我们今天要送歌曲给伟大的妈妈们。这首歌曲收录在刚才的这个 CD 里面哈、那是一首全新创作的母亲敬仰母亲的歌曲，它叫做《让爱看得见》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，要用什么来感谢母亲，怎么来回馈妈妈？我说，每年要送的礼物都差不多了啊，该送都送过了，这样到底该送什么才好？但常常呢，我们会忘记，我们多久没有给妈妈写卡片了？是不是在小学的时候才写？小学的时候，妈妈规啊不老师规定说，好，母亲节到了，回去做卡片给妈妈啊，感谢妈妈，妈妈我爱你。我好像在小学那个只有那个时候才那么纯真，然后写些很简单的字啊，然后送给妈妈。但越来越长大之后，我们可能用金钱，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回馈母亲，但常常忘记用最简单的方式写卡片，不是用 email 或是打字啊，就是你亲手写的啊，然后把你的爱真的对妈妈说。那我们希望大家回去也可以开始，我们成人还是可以写卡片的，写啊，这首歌叫做《让爱看得见》，怎么看得见呢？用卡片来告诉妈妈，我们爱她。See you.